今天我们重点来聊的是这卷和躺平的这个事儿啊。你身边有那种就是卷的非常极致的那种人没有？比如说录一个文化类的节目，你们前面四位嘉宾哈介绍完自己，到了我说大家好，我是杨迪，但因为今天是个文化类的节目，所以我来一首藏头诗。如果有一个同样和你非常精通穿搭的这样一个朋友，你们俩会共同出现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，你会暗地里较劲不？卷起来了。如果是跟井柏然一块出街的话，那头一个星期我就得想我要穿什么。